澳洲宣布将于五年间扑杀200万只野猫，遭批不人道。官方最近反击，指太多物种在野猫猎杀下已经绝种或濒危。200年前，欧洲移民把猫带来澳洲，现在数量达2000万只。它们体型比一般家猫稍大，成年公野猫平均4.5公斤，母野猫3.2公斤。它们大量猎杀当地体重0.35到5.5公斤，约400种物种，包括鸟类、有袋类、爬虫类、啮齿类和蛙类等。据统计，一只野猫平均一晚会猎捕5只动物，2000万只野猫一年要吃掉365亿只动物。由于澳洲原生物种演化过程中没有猫这种掠食者，对猫毫无招架之力，200年间已经有27种哺乳类因为野猫而绝种。野猫现在仍猎捕124种濒临绝种及受威胁的物种。澳洲政府指扑杀计划受世界自然基金会、美国自然保育协会的支持，初步会在沙漠地区以毒饵和设陷阱方式扑杀，也要求民众将宠物猫限制在室内，不要到户外滥杀无辜。